高品质大杂烩，这香辣的纯东北口，无骨鸡爪，大杂烩又无骨鸡爪，这是无骨鸭爪，还有牛皮，一罐是一斤，有两罐，这里面还有三张果，这是贡菜，牛皮，然后还有鸡脚筋，不好找，无骨鸡爪，有无骨鸡爪，无骨鸭爪，这太爽了。主要鸡脚筋没吃着，应该在底下。鸭爪，这里面香菜很多，如果不爱吃香菜的，这个应该不爱吃。爱吃香菜的就没事。这是无骨鸭爪。大鸭爪，鸡脚筋，这口味东北人肯定吃得惯。拜拜。